欢吃的这一个饮食啊，原来是差不多，真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华人，马来西亚差不多一样。尤其是他今天要分享的一道美食呢，是我想了很久，我非常想，非常的喜欢吃，我全家都喜欢吃，我不会做的一道的美食。哦，他竟然会做，所以哇，我太好了，有这个师傅来教。好，我们就让 Shelly 翁，Shelly，我哋交翻个台俾你，你要广东台或者系华语台啊？广东好啦，过年我广 让东大家吗？正面睇。好，我们要转台哦 ，Shelly 啊，来为我们分享他的美食。Shelly，我呢度帮你发个照片啦。哦，好啊，好啊，唔该啊，好好晒好，，Lucas。啊，过来这个 Shelly。啊，先发他的照片啦，同大家拜个年啦，打个招呼啦。大家好啊！希望大家今年财源广进，仲有就系最紧要身体健康。男嘅咧就继续玉树临风，女嘅咧继续青春貌美，身材苗条。OK，睇下嗬，我哋呢个香港人咧，佢哋过年咧一定有食糕噶，乜嘢糕都好嗬，萝卜糕啦、年糕啦、喺芋国家头糕。咧，佢哋就系咁样分嘛。等等你走你对面嗰间咯，你哋广州嗰间啊，有人好似我响卖屋啊！等阵间啊，先去个麦先啊，好旺啊！，OK 啊，好。仲有萝卜糕啦、年糕啦、芋头糕啦，仲有马蹄糕啦，总之乜嘢糕我哋都会食嘅，象征系步步高升咁样啦。大家睇到呢个图片啊，我就做萝卜糕。咁样咧，萝卜糕咧，我做嘅萝卜糕咧，一滴水都冇加嘅，系好原汁原味。但系咧，嗰个食材嗰度咧，我就会用还原水嚟处理咯。好似个萝卜啦，个萝卜我会首先用还原水嚟浸一浸佢啦，令到佢嗰个鲜度提升啦。咁然后咧，我哋会用到好多嗰个腊味嘅。嗰个腊味咧处理嘅时候咧，我都会用11.5嚟到洗一洗佢，尤其是嗰啲腊肠、腊肉呢啲，同埋虾米咁样咯。咁表面嗰啲灰尘啊、污垢啊咁样，好多时我哋就好多人会习惯就系用嗰个热水嚟烫一烫佢嗬，咁就比较干净。但系我哋有还原水嗬，我哋就唔使咁麻烦啦，就咁用11.5嚟冲一冲佢，面头嗰啲污糟嘢已经同埋嗰啲油渍啊，全部都甩出嚟咗。咁然后咧，嗰个虾米嗬，我觉得用还原水11.5嚟浸一浸佢哦，嗰个腥味哦可以去咗啊，但系会剩翻嗰个虾米嘅鲜味咯。咁呢个连呢个萝卜糕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咁就我屋企咧做开咧就系用7根萝卜，1根粉嘅，1根粉系用咩粉咧？就系用粘米粉啦。粘米粉，然后再沟少少，大概2汤匙咁样嘅，嗰啲叫做粟米粉吓，粟米粉咁样。咁然后咧，首先咧，我哋就切咗嗰啲腊味啦，腊味将佢切细粒先，然后嗰个虾米好多时会大只少少，嗬，我哋将佢 chop 一 chop 佢，chop 细少少。咁然后嗰个萝卜咧就烤够一啲。咁嗰個蘿蔔啊，一定要買到靚蘿蔔。如果我哋買到嗰啲黑心蘿蔔啊，唔好用啊，嗰啲咧，整唔腍嘅嚇。就算你蒸好耐咧，個蘿蔔都唔會腍嘅，唔好食嘅。所以一定要買到靚嘅蘿蔔咯。咁個蘿蔔咧就攞嚟刨絲嚇，刨一啲粗絲，然後又一半粗絲一半幼絲。咁剩翻咧嗰個頭咧，即係唔夠食嗰時啊，刨啲手指落去啊。系咧，我哋唔好刨到咁尽啦，咁就剩翻刨嗰个丝咧，剩翻个头嗰度，我哋就攞嚟切条咯。咁就会有3种唔同嘅口感。咁首先咧，嗰个腊味同虾米，我哋就用少少油去爆香咗佢，唔使爆太耐嘅，爆到佢有香味出嚟，咁就得咗，然后可以兜起佢咯。兜起佢之后咧，就放嗰个萝卜落去，咁就我哋按翻比例啦，7根萝卜就1斤粉，又或者咧，如果你惊，我系新手嗬，我好惊我做唔成噶嗬，咁你就可以用5斤萝卜1斤粉呢个比例嚟开始咯。咁当你掌握咗嗰个
會水分比較多，咁咧就會濕一啲，咁呢個情況我哋就要放多啲粉嘅。咁但係咧，對於新手嚟講咧，有陣時未係咁快可以掌握咧，就用五斤蘿蔔一斤粉嚟到開始先咯。咁跟住咯喎，嗰個蘿蔔我哋放落鍋嗰度，就將佢煮滾咗佢，煮到佢咧旁邊咧開始有起泡，卜卜卜卜下咁樣滾起啦。咁然後咧就可以熄火噶啦。記住熄火嗬，熄咗火之後咧，我哋就撈嗰啲臘味落去。咁然後咧，撈咗臘味落去之後咧，我哋再用嗰、那個粉啊，嗰、那個粉就倒落去，逐少逐少咁樣分幾次倒落去嗰個蘿蔔嗰度。記住生火嗬。如果呢個步驟我哋冇生火咧，當你兜嗰個粘米粉嘅時候咧，咁就會黐到好結，你好艱難兜嘅。所以熄咗火，然後先至將嗰個乾嘅粉直情倒落去個蘿蔔嗰度，然後就慢慢撈撈到去見唔到嗰啲粉粒啦，已經溶曬啦。咁跟住咧，你就可以調味。調味其實好簡單嘅啫，放鹽啦，跟住少少糖啦，胡椒粉啦，同埋少少雞粉咁樣去調味嘅啫。咁已經好好味噶啦。你如果剛剛開始做，我們掌握不到那個味道，因為記住臘味和蝦米它都有幾鹹下的，所以那個鹽那裡呢，我們不要放過量，可以拿少少來試味，試到個味咦差不多了，夠鹹了，我們就可以裝盤咯，裝盤就放去蒸，蒸大概一個小時，視乎你那個盤呢是幾厚咯。我就如果大概咁樣三寸厚咁樣嘅盤咧，我大概蒸一個鐘頭都好夠啦。咁蒸好咗之後咧，攞出嚟吹凍咗，跟住咧就放落雪櫃，然後咧第二日等就可以切嚟煎噶啦。咁就好靚嘅，你睇下。咁如果你哋中意多啲料咧，就可以，其實臘味嗰啲量咧冇乜所謂嘅，多多少少都得嘅。有啲人中意清淡啲，就放少啲臘味咯；中意多啲料就放多啲，呢啲係隨意嘅啫。咁但係如果放得多臘味嘅話咧，嗰個鹽嘅份量就調翻少啲咯。咁就然後下一味啊。我放嗰個盤，你正話講嗰個咩三寸高嗰、那個。哦，好啊，好啊，嗰個相我。行 ，PPT 呢邊。大概蒸幾耐啊 ，Shelly？ 大概蒸一個鐘咯。咁如果有陣時有啲盤好薄哦，我蒸九個字都得噶啦。如果大概兩寸咁樣咁厚咧，蒸九個字就夠噶啦。所以係攞個籤去篤下去，睇佢黐唔黐嗰個籤啦，係咪？嗯，篤下去，或者攞筷子篤一篤佢咯。你拉上嚟嘅時候咧，佢冇一啲生嘅粉粒咁樣黐住，你一定會有嘢黐住噶。見到佢有少少透明，咁就係熟噶啦。如果佢仲係你見到有啲粉粉地咁樣，就係未熟咯。咁呢啲石子盤咯，喺嗰啲焗蛋糕嗰啲鋪頭可以買到噶啦。呢啲就最方便用啦，又連埋個蓋嘅。OK， 呢邊嘅好多嗰度就係熟咗噶啦。这个今年呢我整好少啫，今年整咗四底啫，呢个系旧年。哦，OK，哇，真系年年都步步高升喎。系啊，呢个系好意头啊！你睇右手边呢个深色啲咧，就因为系做咗佢摊冻咗面头水分蒸发咗，所以就深色啲咯。左手边嗰几盘咧白啲咧，就系啱啱蒸起嘅，佢嘴水分面头水分未蒸发，咁其实。啱啱蒸起咧，就咁食咧都好好食嘅，嚇係唔同味道咯。就咁食都已經好好味。如果有啲中意香口咧，就可以第二日啊切片嚟煎咯。太好啦！老師，你嗰啲炒，你嗰啲臘味啊炒料係配啲咩嘢啊？個臘味可以放臘腸啦、臘肉啦、潤腸啦、蝦米啦呢啲咯。有啲人就中意放冬菇嘅。咁我就唔中意。底嗰啲冇，有葱頭蒜頭嗰啲冇。葱頭蒜頭我冇擠嘅，但係每其實每個家庭做嘅咧都會有啲分別嘅。有啲人會擠嘅，視乎你自己啊。你中意咁樣，你中意擠都可以嘅。有啲人都有擠噶。係、哎，好好好，哇！好詳細。你 B 又翻出嚟冇？
呢個要等我得閒寫咗佢先，我今日有啲趕，所以冇寫到。其實係咁樣嘅，我哋都可以聽翻 video 咧，自己寫翻起身嚟啦。如果係聽日、明天你就要做嘅話咧，就要自己去寫啦。我都會寫，我聽日揾下睇有冇蘿蔔先，我聽日都想做啦。其實好簡單，你記住咧，分手嘅話咧就五根蘿蔔一根粉咯，計刨咗皮之後嗬，咁就一定成噶啦，基本上。唔使擔心，非常好，非常好。好，我哋第二嚟第二個高，第二個高就係 Shelly 嘅年糕。哇，係嘅年糕係非常之容易做嘅喎，原來係自己做咧可以嗱嗱臨就有得食噶啦。就係呢一個年糕啊，係嘅秘訣喺邊度咧？就讓我哋 Shelly 同我哋分享啦。我做的年糕呢是香港的年糕，我跟你们的不同，你们的很考究，又要包蕉叶啦，跟住又要煮啦，然后又要蒸好耐啦，用白糖蒸到它变黄金黄色啦，这样就哇真的很考究咯。但是我们呢就快靓正简单化了，其实都是传统的做法，但是呢我们没有将它蒸那么久咯。啊，那我们呢首先就看你用什么糖了，我今年呢就用有机的有机的椰子糖的椰糖，因为椰糖比较健康一点，它多一些营养和它升糖指数没那么高。那个椰糖呢和糯米粉的比例呢就是4:6，咁即係400g 嘅糖啦，我就對600g 嘅糯米粉咯。咁首先咧就將嗰個椰糖唔使放水嗬，攞一個兜裝住，咁然後咧就擠落蒸籠嗰度蒸，將嗰個椰糖咧就蒸到佢變水嗬，蒸到佢溶曬。咁然後咧我就開始猜糯米粉啦。猜糯米粉咧我就用還原水用11.5嚟猜。咁就好似猜湯圓咁樣咯，少少少少咁樣放落去猜，猜到咧成嚿粉團咁樣。咁猜到將佢變咗一嚿粉團之後啦，我就繼續猜喺張台度猜猜猜猜多15分鐘，都幾攰下，要練下手力啊！喺呢啲時候，咁然後咧到。佢已經猜夠咗15分鐘啦，你會見到嗰嚿粉團哦，佢好幼滑，同埋好有彈性嘅。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就再用11.5嘅還原水，就再慢逐少咁樣溝落去個粉團嗰度，咁就將佢溝翻變做液體。咁到乜嘢程度咧？就係你隻手哦。溝到拉上嚟嘅時候，嗰、那個糯米粉個粉漿可以流動嘅，但係佢唔係水溜溜，佢係啱啱好可以成條咁樣流落嚟嗰個狀態啦，都幾結下嘅。咁然後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就再放兩湯匙嘅油嚇。咁、其實乜嘢油都得嘅。咁我今年就有啲靚油喺手啦，就放啲酥油。放咗啲酥油落去，咁就用11.5，溝到佢變做嗰個粉漿之後，佢仲好結噶。咁然後咧，嗰個椰糖我亦都將佢蒸到溶曬啦。咁喺呢個時候咧，就將嗰個椰糖成烹咧就撞落去嗰個粉漿嗰度。咁然後快攞個羹嚟攪勻佢啦，攪到佢勻曬之後咧，咁就可以攞去蒸噶啦。咁就年糕咧，你睇左邊我呢啲石子兜呢啲細細兜嘅咧，大概蒸半個鐘都得噶啦。總之蒸到佢熟就得噶啦。然後上高你睇呢個我用打包盒嚟蒸嘅咧，咁就蒸耐啲，因為佢好厚啊，就蒸到一個鐘頭。咁今年嗬，因為我有一啲好靚嘅 organic 嘅薑粉喺手，咁我研究一啲新嘅食譜咯。咁我就將嗰個薑粉我就放咗落去嗰個糯米粉嗰度一齊猜啊。咁做出嚟咧嗰個效果都唔錯。咁然後到你蒸熟咗之後咧，就再放一粒紅棗喺上高擠落去，再俾佢蒸一蒸啦。因為嗰個紅棗我未消毒，我佢好快發毛，所以咧通常我會中意將擠咗粒紅棗之後，再冚蓋蒸多佢5分鐘先起鍋咯。咁然後咧就
起鑊之後咧，又係頭先咁樣啦，好似蘿蔔糕咁樣啦，篤一篤佢咯，咁就睇下有冇嗰啲粉粉嘅粉漿黐住咯。如果冇咧，就係熟噶啦。咁跟住攞出嚟之後咧，可以就咁食，就咁食哦。你攞個切唔到嘅，如果佢係啱啱蒸起，你攞個筷子嚟撩啊，都好滋味下嘅。咁用還原水 11.5 嚟做嘅年糕啦，佢特別滑的，特別煙韌，還有呢我覺得它那個甜度可比較順口一些，那就吃下去覺得舒服很多，那然後呢，如果喜歡香口的話呢，我們就會將它放到雪櫃，攤凍了之後放到雪櫃，等過幾天，等它收了水了，那個年糕比較硬身一些了，你就將它切片咯。那我就喜歡切我的秘訣啊，點樣好吃的秘訣呢，就是將它切厚片，切厚一點，大概 1.5cm 那麼厚，那然後呢就拿雞蛋啦，打一些蛋漿，那然後將那個年糕點那個蛋漿放去個鍋那裡煎，用細火來煎，因為那個蛋呢很快燙的，那就用細火煎，煎到它面頭那個蛋呢已經煎封了，瓊了，熟了了，再夾出來，再點多一次蛋汁，讓它那個蛋汁呢厚一些，那你就會感覺到那個年糕呢就不會那麼甜得那麼膩咯，然後呢就慢慢火煎，一直呢就要將它不停反，不停反呢才可以避免到那個蛋漿會燙咯。所以你看到我雖然煎很久，那個年糕要將它那麼厚1.5cm 煎到透我都需要大概10至15分鐘啦。咁嗰個蛋咧都冇燙嘅，就係、個秘訣就係不斷地反佢，咁樣咧嗰個口感咧非常之好，好軟滑，食落去佢亦都唔會係好黐牙嚇，又唔會話溶曬咁樣咯，都幾滋味嘅呢個。哇，流晒口水了，我女講馬今日可以攞雪櫃嗰啲嚟，可以嚟整嚟食啦。當然我哋嘅唔係香港版本，係 Malaysia 版本。同埋咧個年糕咧，沾啲蛋漿嚟到煎咧，易煎好多嘅，因為年糕好黐鑊噶，同埋咧你一片一片攞，佢掂到大家，佢就會黐埋噶啦嘛。咁但係你煎攞嚟點咗蛋漿嚟煎咧，就好煎好多嘅。哦，好好，我相信大家一定一阵都仲有年糕噶，今日真系年糕大餐啊！大家煎咗之后咧，放上 group 嗰度吓，等我哋大家齐睇住嚟食啊！好，快啲哇 ，Shelly， 你有两样嘢高咗 ，OK， 步步高升咗之后，哇，我知道你好贴心啊，你仲整咗个冷盘俾我哋喎。系啊，仲有一个冷盘啊，海蜇系咪啊？嗯，海蜇头。哇、哦！好靚嗰個冷盤啊！食咗啲甜甜膩膩嘅嘢咧 ，Shelly 咧又為咗我哋整一個清清涼涼嘅冷盤。係啊，呢個清爽啲啦，同埋咧，大家都知我煮團年飯咧，個兩個鍋頭啊，真係好唔得閒嘅。咁咧，我哋如果做少少冷盤咧，咁就比較唔使咁多嘢要炒要煮咯，咁就鮮啖啲咯。咁呢個涼拌海蜇頭咧，嗰、那個海蜇頭咧，買翻嚟之後咧，因為海蜇頭佢好多時都係有少少防腐劑啦，咁我就會用11.5嚟到浸佢，然後不停換水，換幾次水，希望將入邊嗰啲一啲添加劑咧，將佢盡量沖淡曬。帶出嚟咯，因為11.5我佢嗰個溶解嘅。效率非常之好啊，可以將呢啲咁樣食物入邊嘅添加劑啊、防腐劑啊咁樣扯出嚟嗬，咁就我都將佢浸咗半日嚇，咁期間咧我又浸咗，又不停換水咯嚇，咁然後咧依家 COVID 咧對於呢啲生嘅菜，好似黃瓜啊、葱啊、芫茜、大葱呢啲生食嘅菜咧，我哋都會特別小心一啲啦，驚會受到 COVID 嘅感染哦。咁我哋處理呢啲咁樣生食嘅食材嘅時候咧，我就會用2.5嚟到浸佢1至2分鐘嚇，咁就將佢表面咧就消毒咗
消毒咗先啦。咁然後咧，再將佢浸11.5，咁就用11.5嚟浸到佢大概10分鐘，咁樣咧嗰、那個菜咧就好乾淨噶啦，亦都好可靠噶啦。咁然後咧就先至攞嚟切，切開佢之後嗬，然後咧再調一個汁，調一個汁咧嗰、那個汁就係用蒜米啦、辣椒啦。仲有乜嘢啊？仲有青檸同埋豉油，仲有麻油，咁仲有少少椰糖咁樣咯。咁調好一個汁之後，然後就將呢啲材料加曬落去之後撈勻佢，咁就做好咗噶啦。咁嗰個芫茜同埋葱咧，我就最尾就揀上面咯，咁樣就靚啲咯。呢、這個都幾清爽嘅，同埋咧呢啲生食嘅食材咧，我哋有還原水去處理咧，我哋食得好安心咯。同埋佢可以將嗰個黃瓜嘅脆度可提升，因為呢啲菜啊，我哋過年加拿大買菜啊，可能我哋呢啲都啊擠住幾日啊，買咗幾日㗎啦，先至煮㗎啦，咁就嗰啲菜嘅新鮮度冇咁高咗，咁我哋用還原水嚟處理咗之後，嗰啲菜睇落去仲係好新鮮咯，食落去亦都係好脆口嚇。咁樣咯，真係色香味俱全啊！真係由細心可以整一味係唔使用到鑊頭，用到即係壓住嗰個 gas 爐嗰度可以做冷盤。啊，呢個海蜇，我相信係香港人好多中意食啊，嗬？海蜇好中意食。我哋埃倩姐啊，佢有賣啊，佢之前有送咗兩包俾我，我就唔捨得食，留翻過年先至食。海蜇是就是那個水母的須啊，同埋啲佢嘅身體嘅一啲部分係咪啊？海蜇頭啊，海蜇頭好似係我都唔知邊，我識食咗。海蜇頭比較爽口啲嘅，厚身啲嘅。OK， 好，我咁我都要 call 下艾倩姐咁樣樣啦。係啦，問艾倩姐，阿二玲佢問我五斤蘿蔔一斤水，唔係啊，係五斤蘿蔔一斤粉啊，一滴水都唔使加噶。哦，係咩粉啊？嗰、那個粘米粉。粘米粉，粘米粉。啊，咁嗰、那個嗰、那個乜嘢咧？嗰、那個叫做粟米粉就放兩湯匙落去啦，焯兩咁樣咯。Eileen 是不是想明天就嗱嗱聲整翻盤啊？這個蘿蔔糕啦，啊，係啊，你仲有咩嘢補充？應該冇乜嘢補充啦。你哋有冇咩要有咩想問？有咩要問嘅冇？嗱，大師喺呢度啊！哎呀，唔好咁樣講，蘿蔔糕有陣冇幫襯。非常多謝你呢兩樣，真係可以令我哋馬來西亞人都學到簡單嘅，亦都係好食嘅呢兩味嘢啊！係啊，係啊，好，多謝先去，好，粘米粉一斤，啊係啊，5斤5對1，啱啊，五斤蘿蔔就一斤，總之係5對1啦。如果係你買唔到五斤嚟講，你就自己去除嗰個成分啦。啊，五分對一分，啊就啱啦。好多謝，多謝 Shelly， 等陣我整好食咗，我都快啲通知你講，好好食，好多謝多謝，好咁啦，我哋食咗年糕咯喎，又食咗蘿蔔糕啦，又食埋冷盤啦。咁啱家陣咧，我哋有一位我們有一位 Madam 姐，就是我們的大名鼎鼎的美容師哦。咁原來哦，這位美容師呢也非常喜歡。下厨的我哦，他真的是可以做很好吃，而且非常的贴心哦。今天呢，他就来为我们知道我们讲的话多、哦，我们汤羹95让呢需要讲很多话，变成呢他在他的美食上哦，哇，他也加添了泡参啊，泡参系食咩啊？补气提神，所以呢 Madam 姐咧，佢有两道美食咧嚟分享俾我哋嚟分享哦，就是这个。泡参蒸水蛋，美登姐，我们请你来讲解这个泡参蒸蛋，很滑很嫩哦，看到整个真的就好像美登姐的那一个皮肤哦，水嫩嫩的。来，我们来放出照片来给大家欣赏一下那个水蛋。看到，哇，
这些的歌跟我的那个屏幕做的那么美。好，谢谢瑞娜，谢谢瑞娜。我是送一个照片下过去罢了哈，他跟我做到这么美。真真年轻人，多谢晒，多谢晒，手快好脚，年轻人。好，大家来想。来分享分享，迫不及待喽！这个节快乐，元宵节快乐哈！明天是元宵节，就、so, 祝大家虎年好，虎跃龙腾啊，虎虎生威啊，虎年行好运，然后兴啊旺啊发啊好，好兴啊旺啊发啊，好。所、so, 以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泡生蒸还原水蛋。那么这个蒸蛋法是取自于一位中医师分享出来的，就是它可以嫩补啊，补气提神这些、哦、就是尤其对皮肤方面是非常的有益的、哦、常吃嘞，皮肤就像这个蛋这样滑跟这么嫩、哦。那么我们的题材就是拿士力蛋，就是把士力蛋然后过滤，那么过滤后、哦、就放一边。那么泡生也是、哦、我们、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些泡生对吗，我们就、随意拿泡生，要浓 要中 要薄，就随意自己的口味、哦、那么泡遍 一大杯的泡生水，那么底台里边就有那个海盐啦、啊，放十根，然后三样东西就是哈、哦，打匀了之后哈、哦，拿上去蒸了，蒸好后啊，撒上葱花，撒上蒜油，或者有些人要原汁原味，不撒上这些都可以的。其实它平面、哦、你不撒上去的时候它是嫩嫩的滑滑的，而且 有弹性的，因为我们使用还原水 11.5， 所以它非常有弹性跟有韧度。普通的水蛋、哦、如果用普通水它就没有这样 Q 弹，所以我这个水就是、哦、泡这个泡生的水的时候是用 11.5 来煮了之后泡这个泡生，处理这个泡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还原水秘诀啦，还原水的一个泡生蒸水蛋的一个很简单然后很滋补的一个配方呈现给大家咯，大家回去就可以、啊、可以实操了，可以去、啊、明天就可以实操了、哦、把冰箱里面的泡生拿出来，明天就来一个泡生蒸还原水蛋了、啊、这倒真的是它虽然是简单、哦、口味、啊、有时你早餐、哦、早餐觉得很油腻啊，不懂要吃什么啊，你可以用两个鸡蛋蒸了、哦、一蒸了就够自己一份了，就可以取代一餐了，哇，就很好的一个滋补早餐哦。早餐你也可以放甜口味了，有些人觉得、哦、不要吃咸、哦、早餐要 清淡一点、哦，你可以放少许的冰糖在泡这个泡生的时候调进去，这个是甜口味，然后放一些枸杞，它也是可以变化的、哦、这个真的是很滋补的一个做法。是啊，一个这样的早餐就很有营养了，也容易。哇，妈妈们有听到吗？让孩子吃了一个泡生蒸蛋去上学多么好啊，去上课、哦、去上班的也非常好，都男男女女都可用的，它真的是很不错的。那么最重要、哦、在那个蛋的打滑时候要过滤、哦、不然你会做出来你会觉得没人家讲这样滑这样堆堆啊，弹性的为什么我做到粗粗的，就是因为油脂面鸡蛋没有过滤、嗯、鸡蛋没有过滤它比较粗的、哦、这是重点、哦、是知道、哦、大家要记得一定要不要懒惰，一定要过滤哦，不然变成了那个油脂的面哦，粗粗的。OK， 我们要的是水嫩嫩的面啊，滑滑嫩嫩的，非常可口。好 ，Madam 娇，就这道完了，来，我们请第二道。第二道呢，非常薄的 ，OK， 也是非常容易做的哦。这些食材呢都很方便，
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就有了，哇，就是这个腊肠炒饭，这个叫做腊味哈，就是腊肠或者是腊味，你要取鸭腿也可以，就是腊梅呀、啊，阿梅都可以的，好，就是你要鸭腿掺这一个腊肠，或者是纯粹是腊鸭腿啊，或者是纯粹是这个腊肠哈、啊、都可以。这个腊味饭呢，就是一道很怎样讲呢，很松爽，而且也是很健康的。因为我的取材是用姜哈、啊，很多人炒饭是用葱用蒜哈、啊，用葱头或者是蒜头，这一道呢就是我们取材以这个姜，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米饭，或者我们叫冷饭哈，过夜饭比较好炒的，两碗，然后腊肠一条，或者你要两条的可以随意哈，你觉得你要喜欢吃腊肠多一点，就放多一条都可以的。那么文东姜就三寸到五寸都可以，你要炒到辣，或者是有时妇女哈、哦、经前或经后哈、哦、喜欢吃比较热量比较高的，要提温的哈、哦，把身体的温度提升的哈、哦，我们就可以加多一些姜，尤其我最喜欢吃姜的人，我喜欢放多多姜的，甚至我有时切到两个人的饭量哈、哦。我可以切一碗姜，就加多多姜啊，扎起来它吃到整身温温热热的，很舒服的。那么蛋两粒打成糊状，啊，备用了，就等一下炒哈、哦。姜花少许，这是后面的点缀的，石油半匙或一个匙，就是一个汤匙。喜欢吃比较油的，就加到一匙都可以的。那么我们等一下啊，在炒香腊肠的时候，腊肠也会出一些油，所以我们就要健康一点，或者是啊少油一点的哈，我们就半汤匙的油就够了。生抽一汤匙，少许松茸粉或者是苏记粉，这些都属于比较健康的调味料。好，所以我们的过程就是哈、啊，将这个。哦、那个程序我要讲一下吗？还是这样大家就明白了？好的呢，程序有在了 ，OK 啊、程序可以讲一讲了，简易的讲一讲。时间够吗？程序要讲的时间不大够，或者是他们就用来看吧、哦、好不好、啊？因为也是写得很清楚了 ，Madam 家。对，好的 ，Madam 家在这边这个炒饭、哦、我们要大致上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这个炒饭就是那个炒了之后的那个爆香了那个姜之后，那个腊肠炒起来了，炒起来先哈、啊，腊肠先炒起来，然后那个油哈、啊，腊肠取起来了之后，那个姜哈、啊、就剩余的那个油哈、啊、就爆香那个姜，那么鸡蛋就倒下去，搅一下熟了之后，那个饭就放进去。炒一下就加那个酱油了，好，哇，很好很好，就这样很快就可以了，然后最后就撒上这个腊肠跟葱花就行了。哇，谢谢你的Madam家，你的这一个两道非常的简易，也非常的有营养，也非常的好吃，都是年菜元宵节又有的摆上桌上了。大家哈、啊，在油腻的情况下，你就用啊。我那天是年初三，我年初三就是除夕啊，又初一啊、初二都是大鱼大肉哈、哦，变成年初三就不懂要吃什么了。那我就想，哎呦，冰箱有这个饭哈、哦，我就拿出来，辣味也有了，就拿出来就地取材就这样做。结果孩子都很喜欢，而且吃到哦，就是每个人就是一碗饭，然后一小碗的那个蛋，哇，四个人吃，这一美人照镜啊，对哈，吃到很开心，又不油腻，又很开胃哈。这个是一个相信家常便饭，但是比较属于健康的做法，嗯，容易简单好吃哦，也不会整个厨房弄到很油腻。
是，真的谢谢你 Madam 佳，谢谢你为我们带来了这个这一餐，好，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吃了 几餐了，吃了三样了啦，我们陆续还有，因为在新年我们有一位朋友呢，他们是夫妻的他叫做新慧 Cindy， OK， 他们夫妻档呢是非常有趣的， OK， 我听他说呢，先生呢是比较偏向煮那一个比较重口味的，这样的太太呢就比较偏向清淡的，哇，这个真的是夫妻哦，兄弟合璧啊，真的是不得了啊！就是我们这一位新慧，新慧你好，新年快乐，情人节快乐，元宵节快乐，好，我们请你哦，也赶紧的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三道菜，听说都是比较重口味的，对不对？都是你先生的拿手好戏。不过呢，做太太的呢也很懂得了哈，太太我相信也是他的助手。好，请你来教教我们怎样弄好吃的这个的还盐水这个酱蒸排骨。好，把时间交给你，幸亏你开声音啊。啊，你 mute 了，开嗯。啊，现在可能，哎，大家晚上好。新年快乐啊！这一道菜其实今天的这三道菜都是我先生下厨的，不是我啊。然后这一个豆瓣酱蒸排骨呢，也是他第一次煮，然后就我们品尝，孩子们都是很喜欢，因为我先生也是很喜欢煮，他每次很喜欢去看人家煮，煮了过后他就是煮给我们吃。所以在处理这一些猪肉方面呢，通常我们都是会用 2.5 浸泡，然后再来用 11.5， 然后呢这一个排骨呢必须用热水烫过，给它里面的那些肮脏水血出来。然后呢材料方面呢就是用这一个豆瓣酱，然后跟它腌制大概3小时，到我们要吃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拿去蒸，蒸了出来过后呢，就是把已经准备好的这一个大辣椒跟这一个青葱切丝摆放在上面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下一道呢，好，下一道是扣肉哇，扣梅菜扣肉，对，客家也是客家开来的哇，这个是吗？通常客家的话都是芋头扣肉，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吃过，然后孩子们都是赞不绝口。这一个每次这些猪肉方面处理都是我先生自己处理的，因为我不喜欢有一个味道，腥味很重。处理猪肉这一方面呢，通常我们也是用 2.5 11.5， 然后呢这一个猪肉必须用热水烫过，最好是放一些那一个姜跟那个青葱盖掉那一个鲜味，然后起锅的时候就是捞起来过后给它干水，再用那个热油跟它炸过了过后再来用那个冷水浸泡，等它冷却了我们切片过后，我们再准备这一个扣肉的一些腌制的那个材料比如说那个梅菜，我们必须这个梅菜呢，我们必须把它浸泡水，因为梅菜有些是甜的，有一些是咸的。如果你是买到咸的话呢，你就必须浸泡那一个水，一直换水，然后。到我们要我的煮法全部都是有收在这边，就是葱头仔爆香，把梅菜加入，然后再加些水加一些那一个料酒，然后蚝油老抽鸡精粉这一些之类，如果你就是水你就自己拿捏了哦，然后煮起来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就是很开胃了接下来第三道菜，第三道菜，这个也是我们很喜欢的。哇，这道菜很补了哈、哦，对呀、非常好。下雨天特别想，也是特别想吃这一道菜的黄酒姜丝。
对，其实我本身很喜欢吃黄酒，可是那一天我先生煮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哦，原来我的孩子他们也那么喜欢的吃，所以这一大盘呢、啊、都被我们当天的晚餐一下就被我们吃完。我女儿还说不够吃，叫我先生再煮。其实这一道菜是最简单的，准备一些鸡蛋啊，冬菇适量，然后姜爆姜，黄酒就看个人的喜欢了。如果你喜欢放多就放多，我这个是完全没有掺到水，就以黄酒来代替水，直接放半支，然后盐就是少许，就是自己要试一下那个咸度啦哈，就这样子起锅才来放那一个已经备好的那一个姜丝，放在上面就可以开成了。这一道是很开胃的饭菜，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哇，幸会，你家里隔壁有空房吗？有空屋子吗？Doctor 领导有的话我再通知你。哇，就在你隔壁也会很幸福了。 OK。 好，太谢谢你了，真的是他们夫妻哦，你看有负责煮的有负责吃的，孩子又会很会品尝的，哇真的是太幸福了，很有口福哦。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好，谢谢新年快乐，平安健康喜乐。谢谢金慧，谢谢你。还有我们知道接下来是假期，不是假期，佳节、哦、就是粽子哦。我相信粽子又有你的拿手好戏了是吗？好，我们期待、哦、下一个季节我们就办，总是想起你、哦、我们也请、懂得包粽的高手让我们来分享，这个是后我们的今年的好戏，所以大家期待哦。新慧多拍一点好照，在你准备粽子的时候我们也期待你来分享，谢谢你。好，拜拜，新年快乐，你继续来、我们现在轮到的是北部的朋友来跟我们的分享。好，谢谢新慧。我们有请北部的春兰姐。春兰，我让女儿来spotlight 你， OK， 请你来分享你的 ice lemon tea。春兰，你有一堆大照片吗？春兰姐 yeah, 因为我还在 restaurant 今天很多顾客。哇，还在你的餐馆啊？你的 ice lemon tea 真的是风闻有它哦，都还没有机会喝到它。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招牌好茶柠檬茶是怎样的啊、用还原水来烹调的呢？哦，如果你在 KL 的话哈，我就会叫你打包过来了。可是你远在槟城，真的是只能在 Zoom 那边看着而已。下次去槟城找你啊。其实啊，我们的还原水啊、用我们还原水啊，泡奶门滴哦，可以省掉一般的茶。哦，省掉材料，省下很多钱。泡出来的那个奶门滴啊，省掉一般的那个滴啊，不滴、我是用不滴啦。我是用 pH 9.5 咯、可是有拿去 boil 啦，拿去煮咯，放在茶壶里去煲了，然后去就是泡不了，泡那个茶，然后放那个 lemon 下去，放糖，这样呢就是 lemon tea 了咯。因为我以前啊，我用普通还没有用康根的时候啊，普通的水啊，我要用四汤匙的茶才可以泡一个家的莱门滴，现在我省掉一半，用两个汤匙罢了。然后泡出来那个茶、啊、比以前普通水泡的还要好喝，因为有可能我们的水分子团比较小啊，所以比较怎样顺啊，这样啊。所以有些 customer 他们会喝到两杯
其实有一个曾经喝到三杯啊，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口渴，他说我的茶很好喝，你知道吗？所以我是觉得说我真的是很好了，有这个还原水啊，所以那个茶也更好喝。除了那个茶、哦、我们煮那个怎样讲啊，菊花也是一样，煮菊花茶、哦、也是省一般的那个菊花，说不用放这么多菊花，然后你煮了还可以煮第二次都可以这样、哦、所以很值得啦。哇，你看看到那个主角了，两位主角，一个是不动的在后面的，你看你们看到吗？春兰姐的她的 restaurant 里面的那个 K8 哪看到那台机啦、哦、K8 机有啦、哦、那主角主角、哦、两位都是主角，一个是懂得用它的，一个是被人家用了。 OK 哦，春兰姐刚才听到你就是一直在提哦，材料方面真的是省下 50% 哦，省下一半哦，又好喝又省钱，哇真的是很开心哦。春兰姐用这个 K8 在你的 restaurant 有多久啦？要三年了。哇三年，真的是 有很大很大的这个的发现哦，所以 你的店里面的这个 Ice Lemon Tea 是最令客户念念不忘，就是喝那个客户就是一盒喝上三杯。曾经有一个喝到三杯啊，我笑到我说为什么你喝的这么多，他说很好喝，这样咯。所以以前是比较普通啦，没有什么 特别啦，可是我Lemon Tea真的是啊among这样多饮品啊，Lemon Tea是最畅销咯。然后我也是用这个还原水去煮，我有那你们中吗知道吗，那个豆蔻啊，那个豆蔻也是一样，我用这个水煮了，那个豆蔻也是很浓哦出来。所以 Ice Lemon Tea 和豆蔻水是你的拿手好戏，和还原水配搭就生意就很火红了，所以现在还在餐馆里。好、啊、我们谢谢你今天请人家、啊、在这里跟你也是跟你拜个年、啊、情人节快乐，元宵节快乐。像今天会开到几点呢、啊、要关了那些食材都要卖完了。哇太好了太好了，好，一本万利啊，祝你一本万利。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好了我们去槟城啊，记得跟你我拿个电话去拜访春兰姐，喝一喝这么有名的 Ice Lemon Tea 还有那个豆蔻水。好我们去槟城一定要去探访你，拜访你。好拜拜谢谢，拜拜拜拜。好的，哇现在你看多么贴心，我们又有的喝又有的吃、哦、又有的解渴。这样接下来呢你们大家还想要什么？接下来其实是我相信是每一个人哦，他会想去弄这道菜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可是这一道呢也非常的不容易拿捏。怎么呢？因为火候要够，又还要漂漂亮亮的。我相信在一些传统的家庭呢，明天是很需要他的，所以如果你的家人呢在旁边的，你赶紧叫他来看看这个怎样弄，明天呢把它弄得好好的。怎么呢？因为这个就是简单好吃的白切鸡，可是呢是用还原水弄的白切鸡，到底是怎样弄呢？我们有请我们的 Chris 姐，你有在吗？要请你，我们先放上照片吧。好我们再找这 Chris 姐，你可以啊，有看到了是吗 Chris 啊，看到 Chris 564。哇他的那只鸡啊真的是看到了、哦、啊，一万发照片给我，我一看到就哇好犀利。为什么我听不到的？ Hello Chris 你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你好你好，你都是讲你广东台或者华语台啊？听不到声音哦，你的那边的声音。
还是听不到 ？OK 吗？啊，现在听到了。你好，新年快乐，情人节快乐，元宵节快乐，大家晚上好，恭喜发财先，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啊！就是平安平安快乐又发财最好的了。对对对。哦，现在我要分享的就是那个芋头扣肉先是吧？白切鸡先啦，白切鸡先啦。哦，白切鸡啊，咁样嗰个鸡咧，我就首先用 2.5。你要用广东台话，要用广东台或者系华语台啊？如果广东系你识听冇？嗱 ，OK 嘅，好啦，你用广东台啦，你啦。啊，咁我就首先用 2.5 咧洗干净佢，就用9.5嚟撞一撞佢，再用11.5嚟擦盐，擦咗盐之后咧，佢就冇油噶啦，因为11.5化气嘅油啦嘛。化咗油之后咧，我就会挤落去用9.5嘅水嚟做呢个上汤，我会挤姜。嗰、那個葱頭一粒姜片，跟住咧就用9.5嘅水嚟浸去30分鐘。過後咧就會即係講左右會反下去咯。過後就攞上嚟咧，就用一個頭抽少少咁樣擦下呢個雞。之後咧正攤凍咗佢，正嚟切咯，切去排好佢咯。就是这么简单咯，你们听到我说的吗？听到听到，不过那个眼睛呢，擘大粒眼睛看着那只鸡啊，还没拿着电视要点一下先，是口水流了出来了。 OK，你们清楚吗？因为我有用一个豆抽来擘下个鸡之后，等它冻了。什么是豆抽啊？什么是豆抽？豆抽是一个豉油来的。哦啊，豉油住家做嘅豉油，哦，攞嚟抹下去，即系佢俾佢。其实我睇你呢个嘅鸡吓，佢唔系用我哋以往大大煲水成个浸噶。啊，我系用呢个镬头一半嘅水啫，咧。哦，就系、是、我就讲佢好似冲半凉咁啫，都冇冲晒浸晒噶喎。系啦，你就系爱反佢咯，即是讲你反下左，反下右咁样咯。哇，咁咪要喺嗰度需要时间，左翻右翻，左翻右翻，碌嚟碌去，碌嚟碌去咯喎。5分鐘油咯。哦。啊，我系用9.5嘅水嚟做上汤。哦，上汤入边有挤咩？仲有挤啲咩好料咧？姜同葱头。姜葱头，我嘅份量大家各自中意啦。一粒啊，嗰个姜一嚿咯，个葱头一粒咯。Okay。哦，就是这样反来反去反来反去，哇，好靓喎！咁样反15分钟，即系半个小时，定会好咯。半个小时系用冻水挤啊，冻水。哦，冻水就开始慢慢浸去，浸去，浸去，浸去咁样。嗯，浸去浸去。我真系第一摆睇到用半煲水就可以整到嗰只鸡咁好食，真系多谢你哋教我哋呢个咁新嘅方式。有时咧，真系我浸鸡咧，真系有时得，有时唔得噶。OK， 好时间好难去捉拿，因为嗰只鸡啊、大细啊都冇定着。你呢只应该系好靓嘅马拉鸡嚟嘅喎。哦，系啊，呢个系走地鸡啊，马拉鸡。啊，走地鸡、马拉鸡呢只鸡，如果系哦15分钟左右咁嘅鸡吓，可以问下大概系几多公斤嘛？哦，我呢只啊3公斤1啊。哇，3公斤真系好大只，好够人哋讲，好够日子，好够水噶咯喎！系啊系啊，哇！你睇啲冇油啊，我哋用11.5嚟浸一下佢哦，11.5啊，浸20分鐘啊。嗯。所以哇，真系好 Q 啊！睇到佢都知道又弹口又好食又滑。啊啊！太谢谢你啦，教懂了我这个。芋头扣肉，哇！芋头扣肉，嗯，呢个材料咧系用五花肉，猪肉嘅五花肉哦，有五层嘅。就首先咧，又系用2.5嚟清洗，过后咧就用11.5嚟浸去20分钟。浸咗之后咧，就用热水过去滚咗之后，过一过嗰层皮。然之後咧，洗乾淨佢都係用11.5再撞，
浸咗之後咧，就用嗰個藍意同個鹽去擦佢，擦咗之後就會即係講用一個嘢醃字佢咯，醃咗過後咧就攞嚟炸咯。炸乾咗之後咧，就會一嚿一嚿咁樣整嚟切。切完之後咧，就用嗰個藍意葱頭同埋姜十巴仙葱頭蒜米嚟做佢個材料咯，就調味咯。然之後再燜嗰個豬肉，再夾嗰個芋頭咯。所以個芋頭首先就係炸便嚟先咯，炸咗去吹冷去整擺冰箱。個豬肉一醃好咗之後咧，燜咗之後就愛夾咯，咁樣排上去咯。所以佢個調味咧就係用葱頭、蒜米、姜少少、棉豉、藍意配合嘅。我冇落味精啊，調味精冇啊，阿芝老莫多冇用啊。棉豉係咪黑豆豉啊？啊，我嗰個係。面豉酱啊，面豉酱华语叫什么啊？有要帮讲华语的朋友，豆瓣啊，哦，豆瓣酱啊，豆瓣酱，哦，它是黄色的，不是那个黑色的哈，是黑色黄色的，哦，豆瓣酱 ，OK， 豆瓣酱少许，蓝卤比较多，蓝卤比较多，嗯 ，OK， 所以煮了之后啊。入咗去之後，正擠個調味上去，正嚟蒸咯。蒸大概係25分鐘，因為我嘅芋頭係熟咗嘅嘛，我嘅豬肉都係熟咗嘅。又罩咗啦，嗬？罩咗之後咧，我又擠嗰、那個調味啊，葱頭蒜米去燜咗先，燜咗佢正嚟夾。嗯。芋头同猪肉大家都熟咗嘅，系炆好咗定切咗就夹啦，啱冇？嗰个猪肉切咗之后咧，你去炆咧，炆淋咗佢，正嚟夹，唔可以炆太淋啦，大概15分钟，正嚟夹。入味咯。啊，系啦，佢已经熟咗嘅，熟咗正嚟夹。啊、所以你有睇到我一兜系咪红红嗰只就系已经熟咗嘅，因为我每一嚿猪肉都系600g 啊，600g， 所以佢就容易熟咯。我唔系大大嚿啊，600g 个猪肉咧就炸咗去，一切就切到咁样样排字嚟炆咯，炆咗之后正嚟夹咯。明白明白，呢啲细细包呢度又系咩嚟嘅咧？哦。因為咧，我最近咧，我有做呢個外賣啦嘛，細細包呢個係佢個醬，面豉、葱頭、芝麻、藍意、姜汁個醬。嗯，呢個係另外俾客仔嘅。哇！有外賣喎、啊，太好啦！好彩，我仲以為係北係檳城嘅，你係吉隆坡，吉隆坡邊度嘅？快啲報個地點嚟知道。環鹽水購肉啊！嚟，我落訂單，幾時有做？花生雞先㗎，唔係吉隆坡啊！沙登新村，哦，沙登新村嚟嘅呢度都唔係好遠，好近下啫，好近下啫。係啊，幾時有？你拜幾有煮噶？依家暫時休息，依家過年啊嘛。嗰日我未過年嘅時候煮好多啊。OK， 我需要聯絡你啦。我下次、啊、多謝你啊！我幫你講啦。啊，好好，唔知係要幫我講，要幫好多人講添。哇！呢、這個因為做啊嘛。系啊，因为扣肉啊，做一个扣肉啊，要耗很多时间的，对不对 ，Chris？ 对，要耗很多心思和时间啊，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做的一道菜。我习惯了很快，所以很多人讲很麻烦做的这个。对，哇，我也是很喜欢吃，我也会做，可是真的是不熟啊，然后呢，觉得啊，要耗很多，哇，太好了，有认识你就可以。也可以吃到美食，又可以很享受哦，不用去下厨，哇，很好很好。来，疑问你应该也很知道什么日子有什么的了哈，什么美食的了。哇，朋友们，你们太有口福了啊！有阿 Chris 在我们的中间哈，我们真的是吃的又健康又好吃，然后呢又很方便，
太好了，真的是一箱一箱还盐水，在一箱这一瓶还有。用什么做什么菜都很好吃。对对对对对。它有一个鲜味呀、啊，有个甜味。嗯嗯，它没有那种香，什么肉腥味，少了肉腥味，然后又提高了鲜味。它是没有油出来啊，那个油不懂跑去哪里了，因为我用 11.5 来蒸它20分钟，而且那个猪肉有那个胆腥的胆芽的哈。那个的口感很好哦。嗯，对。好，你年初几，你过了新年几时开工？哇，我现在有顾客订了十多份，可是呢，最近那个猪肉抢货抢到很厉害啊。芋头不用抢啊，芋头有货啊。芋头也是麻麻的那种咯，因为那天我有去买，很美，可是价钱已经起了，现在有可能，对对对，有可能我要等到它下一点，猪肉也是起价。哇。师傅君，你有听到吗？你冬吗？几时可以过来啊？我哋一齐嚟食扣肉啊！你嚟唔到，暂时未嚟到，我哋先食啦吓。好，像现在我相信是等一等就可以有得吃了咯，因为芋头也比较容易啦。过了新年，猪肉的价钱还很高啦。猪肉价钱是没有货啊，现在因为明天就是15吗？15，要搞定明天先呢。就是没有猪肉，他讲抢货抢得很厉害，而且猪肉也升价了，那天已经升了一块，芋头升3块。哇，没有关系啦，我们赚还盐水机的钱，一块三块算什么呢？只要阿 Chris 这么用心的帮我们做，没有问题。 OK， 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满足那一个口、口的那个满足感，就很快满足到了。哦，你好感，所以谁要下单的记得找余温。 OK， 好，余温是阿 Chris 的代言人啊，什么经纪人啊。好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 Chris， 也谢谢刚才的 Shelly， 谢谢 Madam Jia， 也谢谢，谢谢你，幸会，好，谢谢你。再接下来呢，我们槟城的 Nice Lemon Tea， 我一起分享啊，是是，大家都很高兴。你在刚才、我再提一提哦，这个是预告哦，你有包粽子的吗？我不包啦，粽子很麻烦的。好，如果不麻烦的话，今年有包的话、我们接下来我们希望也有一个粽子还盐水粽子的一个的分享、好，你有什么朋友有粽子？可是还没有遇到还盐水啦，以前我包粽子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啦，还没有嫁老公的时候就有包粽子啊。好，嫁了老公不要包粽子好啦，不要啊。好，今年呢今年试试看啊。今年不包哈、找有包还盐水粽子的朋友、要做扣肉包。要做扣肉。好，我们等着享用你的扣肉。感谢你住在沙登这么靠近，我们可以享用。谢谢你，祝大家谢谢。好了，我们今天的美食就到这里了，如果肚子饿的、赶紧的去、享用吧、明天就可以开动你的厨房了、我相信刚才他们所提的那几样的美食呢，其实明天就可以做了。我们看谁听话、谁听了就有去做的，明天如果有做了，大家 po 出来大家一起欣赏好不好？ OK，在这里呢也到了我们的尾声了，谢谢大家，再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情人节快乐，元宵节快乐，拜拜。大家可以开你们的面，我们大家来祝贺一下，然后告别啦，拜拜，谢谢你们。再有美食的话记得我们下一个以后的环节也来分享。来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喜乐，元宵节快乐，情人节快乐，新年快乐。今年有丢竿吗？今年你有丢竿了、明天去丢竿、明天去丢竿啊，在巴生有元宵喜宴吗？八分河啊，五老格当啊，那些地方
哦，还有举行啊，我听说有一些地方是取消了，新公园啊都有人去丢了，你丢了就偷偷丢了就跑回家，不用人，用人群多都可以的。 OK， 早一点去丢了啊。好，谢谢大家，拜拜了。好，我们晚安。那一个呢，我们发出去，到时有什么不了解的，你们再重看那个的录制。那个布勒，有兴趣的 Doctor 啊，布勒，我的份啊，记得。好好好，我会大家一起下店下店下店，对对。很多工加工很会做，但是哈，很多工这些。Chris， 你是广东人还是客家人？Chris 没有开麦啊 ，Chris 没有开麦 ，Chris 啊，你是广东人还是哈嘎语？怎么会弄那个扣肉 ？Chris 啊，你开声音。广东。啊，广东哇，很不错哦。我们这边有一个梅菜扣肉，哇，也很想吃。好好，梅菜扣肉的有的下订单嘛。我跟你讲，梅菜扣肉也是好吃的，可是我不要做梅菜。因为有时那个梅菜哦，买到啊，那个叶子我打开来看哦，我有看到，我把它叶子打开了，它叶子里面有烂，所以我就不要做梅菜。哦，所以是那个梅菜不容易找，是吗？不容易买到。哦，怪不得有时我们吃梅菜哦，它会有点发霉啊。发霉呀。嗯，不容易啊！我把那个梅菜哦，放那个水，水一点五来腌呐、啊。可是哦，腌出来哦，它的梅菜没有味道了啊。嗯，我、哦、用水一点五来，蒸那个洗那个梅菜。你看是，过后啊，就那个梅菜没有那个咸味了啊。可是怎么跟你说？九点五，也是用九点五吗？我用十一点五。哦 ，OK， 好，十一点五会很快的就把它的那个梅菜的味道除掉了，除掉了就很可惜了。嗯，而且那个梅菜啊，会好像啊没有味道。然后我又去买那个甜的梅菜，可是甜的梅菜煮起来呢，我有掺那甜跟咸一起煮啦，煮出来我孩子不吃哎。不吃我那个梅菜很重要哦。啊，梅菜很重要，因为芋头啊，芋头是我看是很美啦，可是我炸的时候我就知道它的感觉是很粉哦，它是粉粉这样子，就很值得我去做啦。梅菜煮起来黑黑，好像巧克力是这样子，又不美哦。很难拿捏哦，很难找到好的，风险比较高是吗？幸亏梅菜。可是他们讲梅菜比较便宜，可是对我来讲呢，凡是腌的东西啦，腌那些咸菜梅菜啊，对我们吃到身体不是好了，我就不要做梅菜了啊。嗯，小吃少吃还可以啊，梅菜扣肉客家人好中意啊，扣肉偶尔吃还可以啦，如果你叫我天天要煮梅菜我就不要了。天天口口还可以啊，我也是第一次做梅菜的。不过梅菜它有它的特别的风味，客家人很喜欢的梅菜。哇，对，朋友啊，你们如果还没有下线的，你们也可以开麦分享一下你最喜欢那一道菜啊，那一道菜你最有心得啊。我没有看到甜甜的梅菜啊，我刚刚看到。啊？什么？我刚刚回到家罢了，没有看到他们煮什么菜。哦，你刚回到家好，你可以看录制。刚才呢，我们有香港来自香港 Shelly 的这一个年糕、萝卜糕、年糕同埋海蜇，两盘海蜇啊，又有梅登加的。我出去食饭哦，落雨哦，我又赶住翻哦，你知冇？我又开嚟听一下。我又删咗，因为我开紧车嘛。啊，仲有咧，仲有美登姐嘅蒸水蛋有听到吗？冇啊，我头先系春兰啊，翻到嚟啊，春兰喺度讲佢嘅ice lemon tea 啊，柠檬茶咯，我就听到呢啲啫咯。好，咁样录制咗 YouTube 嗰度咧，可以发俾你啦。我喺 YouTube 睇啦。
好了，我们真的是要讲拜拜啦，拜拜。这个是拜拜，拜拜，之前没有人认识的，还有那个记事本。